谢谢。原来你还记得我喜欢吃七分熟的鸡蛋。我还记得你喜欢怎么吃鸡蛋。真的？嗯哼。那我们来个比赛。对。一、二、三。哇哇哇！哎，那是我妈的。这边放下枪。昨天晚上我们家有tsunami啊，为什么我家多了三只 whale 出来呢？得唔得？送佢哋翻大海，睇我哋屋企咁窄啦，大海系咪舒服啲？嗯？我担心你哋出危险啊！佢哋入嚟，我哋至危险啊！有冇可能见识不够啊？喂，我有一只马骝仔啊，入咗黑社会啊，我已经好担心啊！你呢个做大佬噶，唔该你啦，插埋一脚落去做咩啫？啊，不如咁啦。我提議你哋兩兄弟一起上 internet 嚇，幫媽咪我咧訂副棺材。嗱，記得啊，我要有 aircon 嘅喎，如果有埋 WiFi 仲更加好嚇。阿杰，需要棺材？我有跟你說話嗎？做三日，三日都完全冇理得唔得？三日啫。三日啊？嗯，得啦。咁你不如咧打電話叫個棺材馬上送嚟啦。如果唔係咧，佢哋一定要翻大海。GPS， 幫我打電話，我要啲棺材，我付錢。嘥氣。OK， 馬可以答應，一定要帶你三個條件：一，不能住進火化；二，不能無性月亮；三，不能藕斷絲連。他妈不 like 你，如果你跟他妈的儿子在一起，他妈儿子的妈会睡棺材。恭喜你！哎，你唔好话阿妈，我冇警告你啊吓！如果你一定要同嗰个女仔喺埋一齐咧，嗰副棺材啊，我要让俾你瞓噶啦。